哦，那啊、哦，我不敢 Google 了，怎么办？我怕了。秋风那个是啊，那个就是那个、啊，那个非常有名、那個、是哦，是啊，也算。好，那我盖。嗯，哇塞，不行吗？嗯。好猛哦！你们几乎没有歪题耶。你不能先说哦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们都歪光光了啦！哇，这个要怎么盖啊？不能剧透哎。糟了，你要克碎了啦！为了你这样好，要克你碎。对啊，克碎啊！然后有免税额在、欸。这个我查的全部都是阴阳师的啦。都是本本是不是？没有，别说给一下。我要盖其他种方式。哦，所以是这样。好啦，就咦，我觉得盖很可爱。我不要盖立体的了。累了吗？不是，这个盖立体好累哦、喔。那就是你累了。对啊，那不就是自己累了吗？不是我懒了。OK， 懒得也累了。哦，看到这个故，这个这只鬼也有故事哦。有啊，有故事啊那个鬼教室神没有、哦。每个鬼都有故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每个鬼都有故事，别这样。你不要歧视他们。对啊，好超歧视的、欸。对啊，你这只鬼原来也有故事啊。鬼都要哭了。晚上会来找你哦。对啊，他晚上就会在你那个窗户敲。哎呦，说明他其实就想被找。哎呦，对呢，是女鬼，好哟。哎呦，抓到了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就干你！他笑好开心哦，可恶！我待会再讲。哎、欸，还蛮像的吧？这个我不敢 Google， 我要从他的故事下手。太难了吧！哇塞！如果他是……不，怕讲出来，怕讲出来，怕剧透有没有？对，被你讲到有没有？因为还没盖到。而且还重点是还是繁星要猜，是繁星要猜吗？繁星可以啦，猜谁？他记得。他记得，他猜我的哎、欸，哦，他在我后面哎、欸，哦哦哦哦，那杰克加油，好，啊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？阿基猜我的啊，我猜杰克的啊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 ，Marking， 嗯，嘿哈，为什么是啊？哦，你们是要让他可爱。没错啊，这个我去 Google 是这个没错啊。相信你自己啊，不要被观众误导。顺从你的渴望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不要怕，做了就算了。看下去就对了。团团，你是已经在挂网了吗？对啊，你盖完了。你可以把后面也盖一下啊。盖太快了吧？也是不错啦。Time's up， 这么快速，那反正太快了。嗯，你这样他接受不了。我啊啊！哎呦，装傻喽！可以不承认了。嗯先来装修一下，要维修一下。要进场维修吗？维修的是女性角色吗？张开好漂亮，嗯。收到煤炭了。
不对？这样就很有 feel 了。嗯，蛮可爱的、啊，自己说嘛，可以，你穿白色吗？哎呦，很会耶，有 feel 有 feel。我看到巧克力好忙。对呀、啊，巧克力好忙。团团你好闲哦、喔！我这边的画面超好笑。是你太闲了。好了，不用这些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要加入团团的行列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一起观察左右邻居。有啦，我觉得越看越可爱了。哦，但感觉更 Q 一点了。行，完美 ，perfect， 可以的，我觉得我干得很好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我下一方是秋风，猜不出来，对不起，猜不出来，他懂我啊。可以不要懂吗？可以，你懂我啦。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行，一定要懂我。嗯，不要再盖了，不要再盖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你发蓬松啊，就一格方块，你也没办法。嗯，啊，危机到就是有手收啊，没办法、啊。我刚刚也是盖那一题，他们就说有手和没手丢哎、欸。所以你有盖有手吗？我后来把手打掉了。那我盖一半好了。盖一只手有没有？对，只剩一只手。完全看不懂哈基在盖什么。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吧。观众聊天室的时候很棒啊。你在盖某个游戏吗？嗯嗯。可是我有把它的特征要盖出来啊。哦，好吧，因为我没有玩。不是，是这只鬼的。特征呢？我再看一下到底要有没有手哦。确认，点下去啦，要加班啦。建筑力，大家建筑力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可以。妖日本妖怪故事排名哦，帅，竟然没有，哇，这个帅啊！好讨厌。好讨厌的，哦，直接讲出来哇！剩我了，对，点下去啦，这个又剩你了，剩我一下，你都是来浪费我们时间的啊！不能忍呐！啊，那回去开始要练速叠了，哎、欸。完全不一样。你需不需要滑鼠？我可以卖你啊。双击滑鼠卖给你。很可爱，行。就是你可能盖一个方块，你会顶下去之后，你要多盖三个这样子。嗯。叠三个。不要。可以呀、啊。可以，干嘛一定要打掉？你们再讲，我就加兔耳朵喽。我要加耳朵了。杰克要多久？快了，快了，不行了。杰克盖太大了。这样，你不用盖那么大、哦，随便拆而已啦。你要学一下巧克力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看一下巧克力。好，我要盖观众席喽。我来盖好了，让我再修一下，等一下，快好了。这人好烦、哦，不用修了，杰哥，我去帮你按啦。我操，你这什么鬼啊？你盖那么多东西，啊，也才两个字而已啊。你修什么修？哎、好，我知道你要 OK 的，你 是要修他后面的东西，我帮你补好了。
啊？是什么？我没看过，完蛋了。帕基是什么？这个我真的有点猜不出来、欸。确认一下、啊。这个好可爱哦，这好好猜哦。我把所有有这个字的全部擦一遍，但是找不到。哎、欸，杰克，你是不是要把它后面遮一遮？我帮你，好不好？可爱哦，好像叫那个啦。好，我好像后面还没遮好。哇，超丑。杰克，我看不懂你在盖什么，可恶。我觉得我怕你猜歪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盖脊椎？这个说不定有意义。哎、欸，叮叮叮叮，我搜寻看看脊椎。不要啦，等一下出现可怕。不会有脊椎怪吧？脊椎，嗯，日本妖怪。哎呦呦喂，专有名词叫这样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巧克力。知道了。浏览器嘛，哦。浏览器叫。真的耶。其实对。真的耶。浏览器嘛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可以。哇塞，这你就那样猜可以可以，你想怎么猜就怎么猜啊，想怎么猜就怎么猜。这个应该是感觉有就应该没有打多字哦，它危机就是这样啊。欸、我看，哎、欸，杰瑞，我看不懂你在盖什么，你盖这个太正常了吧？太正常，还被你嫌哦。这就是一般人啊，为什么？我看不出你看周围的那个没有要补啊，让大家看一下杰克，浪费我们时间再补这个。超强，我要把浏览器的名字都打上去，而且你还做空心的。好啦，不然这个好了啦。有没有长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一直想得到。我看一下脑袋是不是空的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搜集一下，我脑袋是实的。一款免费下载的浏览器 ，IE， 这是哪个角色啊？这看起来一定是阴阳师的角色啊！哇，完蛋了，很像哎、欸，真的很像哎、欸！要有一个蓝色的球就更像了。这个神秘里面也有哎、欸，而且还不错。哦，蓝色的球就更像了，篮球。怎么办？我猜不到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把上一个东西拿来用好了。我们把上一场的题目拿来用在这个上面。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啦！你猜谁盖的？完了完了完了！他猜谁盖的？阿纪很满意的作品就绝对看不出来。阿纪真的盖得很歪啊！看到什么猜什么了？对啊。你要乱猜吗？觉得多一个字的字音 Google、嗯、没有没有，这绝对不会只多一个字，英文就不要看。一直都要看猪屁屁，这日本妖怪真的是很屁猪屁屁。反正你还盖个椅子是不是？我有没有想要盖观众席啊？然后杰克还在盖，我就慢慢盖这样。还没好、哦，哎、啊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我的哦，歪了，没歪没歪，有哎、欸，歪光了啦，歪了啦，看看天降女子，谁呀、啊？哦，秃头哎、欸，我们秃头哎、欸，有吗？天降女子，天降女子。他通常是讲那个寓意啦，这个他的 wiki 就是说他会什么，如果他诱惑男生，如果被诱惑的话，性命就会被带走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不是跟那个什么木棉布很像吗？对啊，哦，木棉布也是这样子的。嗯，后面全裸，我有怪天魔，天魔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解释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们去找天魔的图，等下再看下一张图。杰克解释一下，对吧、啊？你说角色还是什么？烟烟螺是什么鬼啊？哦，好，我看一下、哦。包括充满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全部都阴阳师，对啊，全都阴阳师。烟烟螺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他危机也有，可是他没有解释。他没有解释。
应该就是会让会充满烟吧，我使用很多烟的鬼进去就要你编辑，根本就只是因为阴阳师里面阴阳师里面就有那个烟烟果，维基就这张图啊，哎、欸，阴阳师里面有啦，平日会化为缭绕如绫罗，什么东东。平日会化为烟雾，将自己藏匿在不起眼的地方，暗中观察世界上每个角落。烟烟罗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还是用那个罗、欸、的罗嘞？哇，阴阳师。